结束两个世界的呼吸，对彼此很好奇，无解交锋改不掉嘴硬，明明就心动的不行。相信两颗终于能敞开的心，所有悲伤都能免疫。我汗水都爬到眼睛里了，我去给你拿个牛奶吧。啊，不用不用，别逞强了，辣的时候喝牛奶最管用。我知道一个方法，比喝牛奶还管用。什么方法？农夫山泉苏打气泡水，给你的夏天打打气。张潇也在啊。嗯，你脸怎么这么红啊？是不是发烧了？我没有。你来找顾总有事情是吧？那我先走了。哎，顾总，你怎么这么看着我呀？难道我脸上有脏东西？你知道我看到了什么吗？什么？我看到顾总竟然捧着双娇的脸。可能是双娇眼睛里进沙子了吧。不可能不可能，肯定不可能。我给你演示一下，这么近是不是有问题？这么近。哎，东西，你有没有发现最近顾总有一点变化？顾总挺好的。你怎么这么敷衍啊？那你就没有发现双娇跟之前也不一样了吗？双娇也挺好的。你难道你就没有发现他俩有点不一样？他们俩当然不一样啊，顾总男的，双娇女的。今天好险啊，差点就被胡佑发现了。发现有什么关系啊？大不了直接公开。那可不行，我这刚当上副组长，好不容易建立了这么一丢丢威信，我可不想让别人觉得我是个关系户。知道了，领导大人。那我先上去了。好，拜拜。拜拜。工人齐已经有要痊愈的迹象了吗？我感觉是
有，他最近比以前好很多了，他会主动跟同事一起吃饭，而且去那种大的超市呢，也没有以前那么紧张了。我一定会努力让他快点好起来的。您好，白老师，好久不见。你好。最近过得怎么样？挺好的。我有件事想请教一下，如果有洁癖症的人故意假装自己已经好转的样子，是不是说明他的情况更加严重了？是，更严重。您这么肯定？人的心理情绪呢，是需要适时释放的，过度的压制容易反弹得更厉害。好的，我知道了，谢谢白老师。好的，拜拜。拜拜。哎，你们最近有没有发现顾总变了很多呀？顾总是不是谈恋爱了？对呀，面带桃花的感觉。嗯，很有可能。可是他跟谁谈啊？他身边连个绯闻对象都没有。那顾总到底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嗯，我想想。你别犯花痴了，把你那口水擦一擦。哎，顾总这样的人，就算谈了恋爱，也不会轻易公布恋情的。像我们这种普普通通的，也就只能吃吃顾总的瓜了。顾总他们家条件这么好，他们家对儿媳妇的要求肯定很高，学识、样貌、背景、家世都得相匹配才行。你说是吧，双娇？一句话，我们不配。太逗了，哪儿学的词儿啊？香蕉，你不吃了吗？啊，你去试试吧。我的干粮饭。上一秒的两眼相对，谁想过会成为同类？想卸下防备的滋味，不再伪装心里的软肋。人群中的勇敢结尾，因为你才敢于面对。有件事情我想和大家宣布一下，就是我从很早开始就喜欢石双娇，也追了她很久。如大家所见，她现在是我的女朋友。哎呀，这一上午了还僵在这儿呢，死局了。哎，去去去，说什么呢？老师啊，好久不见了吧？哎呀，前段时间腿伤了嘛，这不一直休息呢。不行，现在生龙活虎的。将军，这都是儿女照顾得好。老师，你真有福气，儿女孝顺。快走了。哎，走了啊。哎，好。哎，你好，请问你是释英雄先生吗？是我，这边有人想见你。嗯。请吧。哎，老师啊，柳儿啊，对对对，柳儿。你好啊。哎，你好。我是顾仁奇的外公。哎呦，你是顾总的外公啊！哎呀，哎，幸会幸会。哎，我们家双娇啊，
经常在家里夸顾总，说他有能力，人好，都是您教导有方啊。石双娇和顾仁奇的事你知道吧？啊，什么事啊？他们在背着我谈恋爱。谈恋爱？哎呦，这孩子也瞒着我呢。石先生，啊，我直说了吧，他们俩不合适。您什么意思啊？两个人的事要讲究门当户对，现在有不少人在揣测，您的女儿接近仁奇的目的不纯，所以呢，为了你女儿的名声，请她慎重考虑。您的意思是说，我们家双娇爱慕虚荣？那我也跟您说，她可不是这种人。最好不是。现在他们的事已经损害到了顾家的名誉。顾先生，那我也跟您直说了吧，这个事应该是顾仁奇最先开始对我们家双娇采取主动的，而且还不打招呼就到我们家来吃饭，这街坊邻居都看见了。您还是先回去管教管教您孙子，让他以后别再到这儿来损害我们家双娇的声誉。哼，不可理喻。哼，哎，老师，怎么个情况？看什么看？哎，这你看看，回去下棋，回去下棋嘛。喂。我马上收拾好了，我准备出发了。好，一会儿我们去 KTV 好不好？ KTV？ 为什么？我不喜欢唱歌。这是情侣之间必须要做的100件事之一。好吧，你上次给我买的草莓蛋糕很好吃，唱完你再给我买。买，等我。嗯，拜拜。拜拜。哎，爸，我不是跟你说了我不在家吃饭吗？你怎么还买这么多菜啊？说过吗？啊！哎呀，买都买了，快快快，过来做饭来。我中午约了人，晚上我早点回来陪你吃饭。哎呦，哎呦呀呀呀呀！爸，哎呦，哎呦，怎么了你？哎呦，不行不行不行，我胸闷，喘不上气来。胸闷？哎呦，沙发上躺会儿。头晕，头晕。哎，头晕，突然一下，这怎么？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哎呦，怎么回事？这突然一下，我这等一会儿就好了。你要是去忙，你就去忙吧。不是，我给你找点药。哎呦，发烧了！哎呦，哎呦，哎呦。先贴个这个。头晕，头晕。我再给你看看有没有退烧药。头晕，头晕，头晕，头晕。哎呦，头晕，头晕。我爸忽然不舒服了，我得在家陪他。我们改天再见吧。要紧吗？我送他去医院吧。我再观察观察。站住！去哪儿啊？我出去给你买退烧药啊，家里没药了。别用了，我已经好了。好了？怎么突然就好了？要不我找人带你去医院检查检查吧。不用了，我没事了，你也不要出去了。更不要找别人来帮忙啊！爸，你不会是故意不想让我出门吧？对，我就是不想让你和顾仁奇约会。顾仁奇？嗯？您怎么知道的？之前来我们家吃饭都不跟我说，啊？他是故意不想公开，对不对？不是的，你发这么大火干嘛呀？你听我给你解释行吗？解释什么？他配不上你。你们不能在一起，今后也别再见面了。可是我们在一个公司上班啊。那你就给我换个工作。
你也太不讲道理了。双娇，叔叔身体怎么样了？还行，我还得再照顾照顾，你别担心了。那我也去看看叔叔吧。不用不用，你千万别过来。怎么？不是，他已经好的差不多了，明天应该就能好了。你今天就别过来了，我今天很忙的。你别打电话给我，我不打给你，你就别打给我。拜拜。好吧。啊。怎么回事啊？好像学习还特别好。下面请释俊杰同学带来歌曲表演。是怎么样的原因？他声音太俗了，让我选择慢慢接近，就算就只剩犹豫，却还想心动下去。原来我不愿一再藏住自己，你说的心痛话语。谁说对不起？你所有疲惫回忆，一起背到未来去。爱总会有意想不到的决定。俊杰同学啊，真的很不错。这样，迎新晚会就拿这个压轴了，怎么样？好，谢谢学长，谢谢。行，那个大家就休息半个小时，然后礼堂彩排，好吧？散了吧。好，好，好。俊杰同学，加个微信吧。嗯，一起去吃饭吧，俊杰同学。可以合个影了，俊杰同学。俊杰同学，你有女朋友吗？对呀，有没有啊？不好意思。我有女朋友。哦，先走了，先走了，拜拜。说的心童话语，我跟着听，谁说对不起？你所有疲惫回忆，一起背到未来去。爱总会等久了吧。东贤，你来了。东贤，你交了女朋友怎么不给奶奶说呀？汪小姐，你怎么在这儿？就是想帮你照顾一下奶奶。你看，奶奶好像也很喜欢我的样子。嗯嗯，我以后会常来的，和你一起。哎，常来，常来啊。谢谢你，王小姐。我觉得这里不适合你，你还是请回吧。你不要这样，总是一直躲着我。我有什么做的不好的地方，你说出来，我改。你很好，是我不好。别总觉得你自己不好，不用你的我都分这么清楚。
还是分清楚比较好吧。那我就先不打扰了，奶奶，我改天再来看你。 快去追呀！你是怎么说话呢？奶奶，我们不合适，我配不上他。对，就是表象。这些你跟我说不着。 吴迪那事儿，真的是苏姐给你说的。对，我还真没想到他有这么一段坎坷的情史。那男的怎么回事啊？得，这次算我。这么晚了还出来干什么？这么拼命的，我跟朱莉。我看您快睡着了，怕您着凉，想跟您盖个毯子。那我跟大军的什么都没有。那顿饭，我可是全心。怎么还没睡啊？要不喝个牛奶，回屋睡觉得了。 叔叔，你看啊，还像你这种对象还有这种，真的有病吗？过年就是不一样。爸，您还不困啊？这么好看的电视剧。 我一定要把它追完。嗯，哎，估计是停电了吧？你要不回屋睡觉吧？您把蜡烛点上，这电视也打不开啊。有的是事儿可以做。来，给我撑好了。这大夏天的，缠什么毛线啊？夏天过完了是什么天呢？ 秋天，秋天过完呢？冬天，那不就用上了？哎，双娇，双娇。 我想说来看看施叔叔，顺便买了些东西过来。我怕他没事。你讲话干嘛这么小声？不是跟你说不要来吗？那我把东西放进去，我就走吧。给我吧，说来话长，微信联系啊。你先走吧。怎么搞得神神秘秘的？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没事没事没事。双娇。 双娇，双娇，爸，放我出去！爸，放我出去吧！爸，别吵了，再吵我关你一个礼拜。哎呀，你把东西拿走，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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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叔叔，请问你为什么要把双娇关起来？关你什么事啊？她是我女儿。 是，但他刚好也是我的员工啊。哎呦，那正好啊，那你算他无故旷工，把他开了吧。施叔叔，这肯定有什么误会吧？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我告诉你，我们家双娇从来没有谈过恋爱，我不希望她受到半点委屈，明白了吗？走走走走走走，拿走东西，拿走拿走拿走走走走，这是我的眼睛。哎呦，我的腰！哎呦，爸，你没事吧？哎呦，我的！哎，快快快，扶我扶我扶我！哎，扶我起来！哎呦呦呦呦！哎呦，稍等一下，稍等什么呀？这快扶我！哎呀，哎呀，哎呀，怎么了？哎呀，小鹿，叔叔没事吧？来来来来，扶我起来！哎来，慢点！哎呦，我的腰！哎呦呦，慢点！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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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哎呦！怎么打人？把事情弄这样子！哎，不怪他，不怪他，是我自己闪的。这小子眼巴巴看着我，他也不来扶我。不是啊，施叔叔，我不是故意的，我有洁癖症。啊？这倒是，他不是故意不扶您。小鲁，你向着谁说话呢？啊？叔，我这不是帮理不帮亲吗？他有理啊！啊，是他在这儿胡搅蛮缠。施叔叔，我和双娇之间的事情没有第一时间告诉你，我真的很抱歉。对不起，你对不起的是我的女儿。你家人还说，我们家双娇侮辱你们顾家的名誉。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你回去告诉你外公，我们家不稀罕你们顾家，赶紧走。所以我外公他来过了。哎，你还装啊？啊！我们双娇现在被人指指点点，这是我最不能容忍的事。那不把东西拿走，走，我来，小诗，叔叔，小诗，你们俩快走！哎呦，哎呦，气死我了！现在师叔在气头上呢，先回去吧。不是，这肯定有什么误会啊！那就赶紧回去把事情搞清楚。最重要的是不能让双娇受到伤害。我知道了，是叔叔，真的不好意思。哎，这，小诗。好吗？我现在就去找外公把话说清楚。千万别去，老人家要接受我们的关系，肯定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外公那么做也是因为关心你啊。他关心的是他自己的面子吧？你千万不要贸然行动，等我跟你一起。双娇，没有人可以伤害你的。可谈恋爱是我们两个人的事情，我们要一起面对啊。等过两天，我爸这口气。你先答应我，千万不要冲动，好不好？好。请进。我爸的腰没事了吧？没什么事，贴了膏药，已经回房休息了。那就好。真不知道我爸这心里在想什么。你想开点儿，师叔肯定觉得这么做是对你好呗。我知道他是为我好，可这并不是我想要的。我已经是个成年人了，知道怎么保护自己。可是爱你的人，不会舍得让你受一点点委屈。对了，师叔知道你喜欢吃草莓，特意给你洗的。我一定要找机会向我爸证明他的顾虑是多余的，也一定要向顾仁奇的外公证明我和顾仁奇的感情是纯粹的。对了，我听说顾仁奇的外公是个狠角色，为了顾家和顾氏集团的声誉会不惜一切代价。我也听说顾仁奇的外公对他从小就是非常严格的精英教育。之前我帮顾仁奇制定训练方案的时候就发现他的洁癖症有很大可能跟他的外公有关系。对了，说起这个，我感觉他的病好了许多，没有以前那么紧绷了，也不会走到哪儿都喷消毒水，所以这个病是有可能痊愈的，对吗？我还不敢肯定，需要有更多的资料来判断。哎呦，
这草莓也太酸了，一定是我爸又买了特价水果，真抠。在我印象中啊，叔叔一直是个节俭的人。是啊，袜子没破洞他就不换，牙膏没挤扁也不扔，走路能到的地方呢，绝对不坐车。也是因为我妈不在了，所以他一个人要照顾两个人很不容易。盛娇，我冒昧的问一下，阿姨出事以后，那个肇事司机有给过赔偿吗？我妈出事之后，肇事司机说要给我们赔偿200万，来减轻他的刑期。不过我爸没要。可是一个普通司机怎么会有那么多钱？不知道。我现在不想那些了，我先想想怎么出去吧。也不知道顾仁奇现在在干嘛。你就那么想见顾仁奇啊？嗯。先生，你们好，请问需要看点什么？我想帮我女朋友跳个面膜。我不要，不要了，不要啊！我还是最喜欢这个，不好意思，我全要。好的。喂，喂，主演，你来我家帮我个忙吧。是你那小子不知道跑哪去了，关键是没找着。喂，喂，你好，我是顾仁奇。顾总，顾总，有什么事吗？看在你姐的份上，帮我一个小忙吧。好，20分钟后见。我已经到了，你们在哪儿呢？快点过来呀！哎，你们动作也太慢了。是这个吗？对。那这个给你。啊，好。哇。啊，那我先走了。走吧，走吧。嗯。拜拜，拜拜，拜拜，小心蛋糕。啊。嗯。站住。是叔叔。爸，买东西了。啊。哎呀，买这么多，在哪儿买的？小卖部。超市。花了多少钱？800。500。给谁买的？给我姐。给您买的。哎呀，年轻人。哎，不要。
当着那些不懂事的人，哎，瞎胡闹啊！喂，李东贤，你混蛋！你混蛋！是李东贤吗？这位女士喝多了，倒在大街上，问她什么，她都只叫你的名字。李东贤，你快过来看看吧，不然我们只能把她带回派出所里抢救了。混蛋！好，我现在马上过去。我去找你都不理我，我给你发信息打电话，你都不理我。我还饿着肚子跑过去找你，你也不给我开门，你还赶我走。我想控制我自己，可是我控制不住，我做不到。倩倩，对不起。也不知道顾仁琪现在在干嘛。你就那么想见顾仁琪啊？我去帮你倒水。来，来，起来喝水吧。走，我哪里都不去，我就在这儿陪你，乖啊，李东贤，我好想你。李东贤，别走。想什么都不管，什么都不顾，就好好跟你在一起。我不想伤害你，但每次都伤害到你。我每次故意远离你，但我却每分每秒都在想你。可是我不敢告诉你，因为我不想让你再因为我受到任何伤害。
如果一切可以重来的话，我一定会不顾一切的好好爱你，不再让你受到任何伤害。 怎么样，东西呢？你送的东西啊，我们都带到了。顾仁奇送的东西，全被老八扣下了。我就知道。不过，我还留了一手。哇，可以啊你，怎么做到的？我厉害呗。哎，石长娇。嗯。加油啊。 吧。